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的有声书系列，我是宽毅。本系列将把一些好的佛教书本分成段落的有声书形式发布，希望我们可以轻松学习了解正法。马兴德尊者著作的《您认识佛教吗》这本书上下篇部分已经完了，在最后本书加入了佛教问答篇，尊者列入了一些一般人都会问到的问题，并给予解答。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吧。问：为什么有些人说南传上座部佛教是小乘佛教？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弄清什么叫小乘。小乘梵语为汉那雅那，其中汉那含有恶劣的、下贱的、卑鄙的、低级的、庸俗的、被唾弃的等意思，通常用来骂人。雅那是指车辆、车程、交通工具，相对于汉那雅那的是马哈雅那。大乘马哈含有伟大的、高贵的、崇高的等意思，因此将汉那雅那翻译为小乘，其原意为卑劣乘。下贱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大乘小乘呢？话说在佛灭佛陀波涅盘后500多年，即是公元前1世纪，印度本土兴起了一场佛教改革运动，主张修行菩萨道，普度众生，并以成就佛果为最终目标。这些新兴起的佛教自称大乘，并把以前的佛教传统和当时与之并行的说一切有部、精量部、大众部等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然而上座部佛教早在佛灭200多年的阿守喀王也译作阿育王，公元前3世纪在位时期，即从印度往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等地，大乘小乘之分是在其后200多年才发生于南亚次大陆的事。所以在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整套巴利三藏及其注释中，都找不到大乘、小乘等北传佛教的专有名词。就好像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如果你一定要把四类分子等的帽子硬扣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头上，很容易闹出历史笑话。无论如何，事实胜于雄辩。凡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盛行的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是全民信教的，难道所谓的小乘？自辽汉能够将85%以上的缅甸人、90%以上的泰国人感化成为佛教徒吗？问：为什么会有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答：南传和北传跟印度佛教向外传播的时间以及地域有关。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中印度恒河流域，佛灭200多年即是公元前3世纪，佛教由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等地，形成了南传佛教。大约在佛灭500至1500年，即是公元前1至10世纪期间，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期间佛教陆续由印度往北京、中亚、西亚，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汉地，称为汉传佛教。佛灭1100至1600年，即是公元7至11世纪期间，印度本土的佛教发展为大乘密教。当时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传到西藏，故称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因为是由印度往北传播而成，故合称为北传佛教。因此南传佛教传承的是印度佛教早期形式的上座部佛教，汉传佛教传承的是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藏传佛教传承的是印度晚期的密乘佛教。南传佛教的特点是保守，保守佛陀教法的纯洁性，以及上座部佛教的传统性。在对待佛陀的教导方面，南传佛教坚持三个原则：一、非佛所说不添加；二、佛陀所说不删改；三、如佛所教而遵行。南传佛教认为，作为佛陀的弟子，有义务让佛法纯正无杂地传承下去，以令正法久住世间，让未来的有缘众生也能学习和实践纯正的佛法。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流，强调圆融、慈悲、方便，只要能随顺众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也无妨。北传佛教认为，佛法的目的在于给众生带来利益，所以可因时、因地、因人而调整、变通和发展佛教。正因如此，佛教在中国融合了大量的汉地文化、儒道思想，形成带有浓厚中华特色的汉传佛教。佛教在藏地也一样，
吸收了本教等当地信仰因素，形成现在所看到的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指礼敬尊奉历史上的果德玛佛陀，并视为导师，不崇拜菩萨、祖师、鬼神等。北传佛教供奉诸多的佛、菩萨、罗汉、金刚、祖师、诸天鬼神等，例如阿弥陀佛、药师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等等。对于人间的佛陀，有人尊为导师，但许多人也视之为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南传佛教强调持戒、修行止观、四念处等，修行方式以禅坐、精行为主。多数比库也学习经教，说法立生。大部分人希望能断除烦恼，证悟涅槃。北传佛教的修行方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之说，例如参禅、念佛、诵经、持咒、礼佛、拜忏、放焰口、打水路、放生等等。对于修行目标也多种多样，有人发愿世世常行菩萨道，有人追求往生净土，有人追求明心见性，有人追求极深成佛，有人追求消除业障等等。现在南传佛教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汉传佛教主要流传于中国汉地、韩国、日本、越南等国。藏传佛教主要流传于中国藏蒙地区、尼泊尔、不丹等地。佛教虽然因印度佛教向外传播的时期以及流传的区域而分为南传和北传两大体系，但它们却是同根同源，皆源自印度佛教，而且在许多基本点上还是一致的，比如皆共尊佛法僧三宝，皆注重戒定慧的修持，皆强调智慧与慈悲等等。好了，您认识佛教吗？这本书的佛教问答篇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最后，让我们把这次听闻正法的功德做回向，愿以此法布施的功德，成为我们早日断除一切烦恼的助缘，并把所有的功德善业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他们皆能离苦得乐，体验正法的清凉。萨度，萨度，萨度，谢谢大家，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以便可以收到更新通知，谢谢。